因为三个，我是一个被拐的孩子，他们想切掉我的腿，是我救了你，残疾的小孩可以淘到更多的钱。我大声地哭喊挣扎，声音引来了一个男人，他就是三哥。这几十年里，三哥一直把我养在身边，也没有让我出去乞讨，也没有让我去干活。他身体好的时候还会教我看书识字，偶尔还带我去玩。三哥怎么这么久了还不来看我？年轻，我好想你。你以后就不要住在这里了。三哥不要我了，后来我被丢在了他名下的 KTV。 三哥，你的花钱想帮你先出去。我不明白，我明明把你人这辈子最重要的第一次给了他，为什么他不要我了？就这一次，求你了，尽力。你这又是何苦呢？我还没好看到沉鱼落雁这种地步，为什么这个男生一直看着我？没想到有一天牧尘会来找我，给我讲了一个关于三哥的故事。我见过形形色色的男人，这么容易害羞的，的确第一个。其实，教主是一个痴情的人，他曾有个心爱的姑娘，只是有个男人用了肮脏的手段睡了那个姑娘。教主用了很长时间，才对那个姑娘做出阴影。后来，教主跟她求了婚。在所有计划都安排好的时候，姑娘死了。她婚礼的前一天自杀了。再后来，她就成了现在的三哥。那姑娘是不是和我有点像？那姑娘名字里是不是有个“情”字？原来这么多年，我只是一个三哥用来怀念亡妻的替身。你劝劝他，别再来这儿了。你知道这点，你都完成不了的事，我能完成。你对他不一样，他应该有点喜欢你。喜欢我？喜欢我会把我丢到这种地方，每天面对不同的男人，陪着笑脸，稍不对劲就挨上一巴掌。喜欢我，真是个天大的笑话。我在他眼里曾经是个卑微的替身，现在是个卑贱的陪酒女。
那天争吵过后，不知道张晨怎么了，就入职做了警察。我今天入职了，能不能小心点啊？让我请你吃个饭。陆晨找我的频率很高，有时候我都怀疑他的工资是不是都花在我身上了。就这样维持了三个月，我先忍不住了。要做了，我做这件事并不是为了给你做这种事，只是喜欢你而已。喜欢我？说喜欢我的男人很多，但是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。我是个烂人，注定这辈子就这样了，怎么也喜欢不到。喜欢我没有？不是的，年轻，你是一个很好的姑娘，我是真的想和你在一起。我不在乎你的过去，我只想和你过。再说了，三哥救了我，我是三哥的人，他也不会放我走。我去找教主说清楚我们的事，他一定会放你走的。请你离开这里，马上离开这里。通过这三个月的接触，我心里对小警察是有好感的，但是我分不清那是不是喜欢。但我知道我心里还是有三个的。哥，你放了年轻吧。为什么？我喜欢他，我想带他走。喜欢？你知道什么是喜欢吗？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放过他？我养了他那么久，怎么说也要一些幸福费吧。多少？50万。你只有三个月的时间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。小警察一个月还不到1万，大部分的钱都花在了我身上，不靠家里，他就是把自己卖了，也拿不到50万。一等，付基金50万。为了我吗？他还那么年轻，他的人生在刚开始啊！为什么要告诉他拿50万是我？为什么？对不起。只能降落。这什么事儿？在天地之间，可山盟海誓已成惊觉。没有你的世界，我无。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可能已经不在了，但是我还是想靠自己的努力给你自由。局长说这次任务很艰巨，只要敢去就有50万的奖金。其实没有奖金我还是会去。从我选择当警察的那天起，就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。年轻，你只是一个意外，所以不要自责。教主心里还是有你的，他只是不想面对那些事情，所以一直才会想救小青。原本打
打算是要照顾你一辈子。如果没有发生那件事情，那天我看到了窗外的伙伴，忽然想起他被那个男人强暴的那段视频，我觉得自己像人渣一样，我觉得没办法面对你，真把你放在了一边。那天经理问我你能不能接客，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了，居然会人生的再随便更换，给自己戴的皇冠掉了大半，遇见你和我的浪漫全都不算我们的事。三个很陌生，一个是黑夜里的月光给了我一丝丝光亮，另一个是黑夜里的流星照亮了所有却不能永恒。在我的故事里，三个比沐晨占据了更多的时间，可是我的光只有一束，再也亮不起来了。游戏。